重达50吨的 M60A3 战车如猛虎出闸般迅速从掩体冲出，紧急进入战术位置。这是驻防在澎湖的陆军五栋三旅战一营战二营，官兵战备训练时必定演练的科目。他们无论晴雨寒暑，终年如一。这个连队就是当选今年国军模范团体殊荣的钢铁劲旅。装甲兵是科技兵种，战甲车具备高度机动性与强大的打击力。从国军近年来的重大实兵演训中，即可验证当战车大量集中运动时所爆发出的攻击力和摧毁力是如同雷霆万钧般惊人。地处离岛的澎湖，地势平坦，四面环海，军事上属于易攻难守地形，自古以来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五栋三旅战一营战二连是负责驻守澎湖的乌坎地区，所以在地方上又有乌坎连之称。虽然该连队只是离岛地区的国军基层部队，但军实战力不可小觑。他们曾经拥有许多光荣记录与肩负战备任务，今年能够顺利通过各项考验，当选国军模范团体殊荣，可说是实至名归。民国88年五月，澎湖陆军五栋三旅正式成军，原战车群扩编为联兵旅形态，同时换装新一代武器装备。在代号为成功操演的实兵演训中，装甲部队以精实战技、威猛火力和兵种协同作战默契，圆满达成滩岸决胜操练任务，获得国人高度的肯定。当时的乌坎连官兵就是参与成功操演任务的主要部队之一，这段记录也成为队史中最辉煌的史记。训练是战力的泉源，要操作一辆构造精密、火力强大的战车，必须车长、驾驶手、射手及装填手四个人的团结合作并且配合，才能精确发挥他强大的战力。乌坎连官兵的战备训练模式一直是秉持从严从难的精神，尤其曾在澎湖服役的官兵都知道，秋冬的强烈东北季风是操课训练必须面对的恶劣天候挑战。但是乌坎连全体官兵无畏环境考验，持续勤训精练，无论是防区的驻地成效验收，还是国防部战备测考等各项验收，都能获至绩优的殊荣，深受各级长官肯定。我们乌坎连是战甲部队，有光荣的传统和务实的训练。我要求干部在训练时一定要按照是什么、学什么、做什么、像什么的思维理则，尤其是干部一定要以身作则。对新进的弟兄，我们采取循序渐进的辅导，不会的再做一次，靠干部来教导。干部要勤快，要有耐性，自然就能跟弟兄相处得很好。领导与被领导之间互相信任，就会凝聚向心力，执行任务或战备训练时就可以迎刃而解。我是连上最资深的士官，一直看着乌坎连不断在进步，全连官兵相处得非常融洽，也非常团结，在执行共同多项任务时，即使人很少一样能做得很好。就算弟兄们在大太阳底下流了满身大汗，他们神情依然是快乐的，因为干部们就在他们身边一起做。这一次能当选国防部模范连队，我与全连官兵都感到非常荣誉。走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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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乌克兰官兵例行实施战车刺口径射击训练实况，也是他们训练课程中最重要的一环。设定瞄准镜的射击距离，仔细修正误差值。由于战车炮射击需要较宽广的训练场地，所以借由65K2 步枪模拟战车炮射击，一方面可以减少训练成本，另一方面也兼顾到训练成效。训练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是所有基层连队共同的生活写照。训练虽苦，但大家却乐在生活。要领导一群七年级的新兴人类，真的是不容易。带兵带心是乌克兰所有干部齐心努力的方向。连上的每一位新晋弟兄，随时可以感受得到干部如兄长般的关心与鼓励。休闲时，大家哈拉在一起，没有距离。营区的日子有汗水，也有欢笑。即使只是一个平凡的离岛基层连队，乌克兰上上下下有共识，要努力成为一个充满团结、和谐与向心，并让各级长官放心的团队。当兵以前，我以为到离岛服役很苦，但是到了澎湖乌克兰后，我发现这里的长官和弟兄相处得很像一家人，会互相挺、互相照顾。乌克兰有情有义，我很快的就融入了这个团体，和大家一起快乐的当兵。乌克兰陪我走过艰苦的经济生活，满身大汗的夜巡，也参与过国防部严格的装备测考，回忆起来真的令人难忘。部队不断的进步，生活方式也越来越人性化。我在乌克兰充满许多的回忆，退伍后我一定会常回来看每位长官及连上弟兄。在国军建军备战组织架构中，连队是战力的基石。我们常说，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在乌克兰，我们看到了官兵专注战训本部的身影，与团队高昂的士气，堪称为国军基层部队的标杆。深信，只要全体官兵在个人的工作岗位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以工作实际成就表现自我、超越自我，必能树立典范，彰显部队优良军风，进而带动国军整体长远发展和进步，达到全方位战备准备、建立优质现代化战力的目标。